台北股市，台股今天在台积电领军上攻之下呢，指数一路走高，台积电呢一路飙涨，来到638元，指数大涨了超过400点。不过呢，尾盘大单调节，台积电涨幅收敛，压缩了大盘的涨势。中场台股市上涨了349点，收在15760点，成交量为3067亿元。